我叫苏林，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大学生，由于性格古怪，痴迷历史，同学们常常笑话我，可我觉得我跟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喜欢那个年代的人，真情真性，敢爱敢恨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认识了这个叫孙志阳的人。他的故事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，只是在我脑海中无法删除。孙志阳出身豪门，是当年货真价实的高富帅，主动放弃安逸生活，成为学生运动领袖，做出了不少现代人想都不敢想的大事。于是我决心去会会这个不一样的男人，顺便也感受一下那个不一样的时代。难道这就梦想成真了？我就这么华丽地进入了历史。这个场景怎么似曾相识？难道是历史上那次著名的学生运动吗？我记得五点钟会有一次大逮捕。得赶紧提醒他们。居然用镇广和的几颗糖就得到世上最美的女人。我说啊，下次别买糖了，买口红吧，大红大红那一种的。哎，要不买玻璃丝袜，现在玻璃丝袜都成了稀缺物资。到这个时候你还是这么爱美啊？当然啊，到死都要美美。
相信我有埋伏。临阵脱逃，别给同事们丢脸。你相信我？释放同志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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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来我真的进入了历史，我该怎么办？小心啊，别伤到路人。小看我。去那边看看。你怎么知道会有埋伏？你到底是谁？是啊，我到底是谁呢？跟你也扯不清楚。喂，你站住！剪断引信后，炸弹会在7到9分钟以后爆炸。放心，它杀伤面积不大，不会伤及无辜。根据一周来的线报，每天下午5点半左右，特务头子薛鹏飞会陪同舞女孟欣怡到化妆间，以5点30分剪断引信。炸弹会在5点36到39分之间的任何时候爆炸。现在形势越来越严峻，要是能除掉薛鹏飞，一定会彻底打乱敌人的部署。啊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儿不能进，是换衣服的地方。这舞厅相当古典，现在的夜店看来装修的真是太肤浅。喂，
巧啊？怎么又是你？为什么不能是我啊？刚才还搂搂抱抱的，现在还装，切，耍耍你。我是故意来跟踪你的。什么？逗你玩的。这画不是送给我的吧？把画还给我，还给我，还给我。为什么？画是送朋友的。啊。给你吧。哎。干嘛？这里我不方便进去，麻烦你帮我把画送进去，好不好？最里面左边有一个独立的化妆间，你把画放在那儿就好。嗯，千万别停留，赶紧出来。到底要不要我送啊？那我要是碰到你心上人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绝不能让他看见，赶紧出来。锦祝孟欣怡小姐芳容永驻。好恶。心仪一般都会先到化妆间，雪鹏飞稍后就到。炸弹放多后，你务必速速撤离。孙少爷，孙少爷很有雅兴啊，难得在这里看到你。孙少爷在等朋友吗？对，我在等个朋友。啊，演出很快就要开始了，我看孙少爷的朋友要爽约了。别处，恕在下先走一步。孙少爷，请留步。薛某人还有一件事要请教孙少爷。芳容永驻吧。好好一双袜子。
少爷，怎么有雅兴大驾光临啊？这两个脏孩子哪来的？刚才这两位在街上闹事，我就想问孙少爷认不认识他们。我不认识。炸弹最迟会在5:39爆炸，记住，想尽一切办法离开。我再问你们一遍，在街上闹事的有没有孙少爷？没有，没有。我倒想看看这份大礼是谁送的。马上去查。是。姓孙的，你想杀人灭口啊？哎，对不起，你听我解释。孙少爷，在下奉劝你一句，适可而止。谨防引火上身。这位小姐，想必就是孙少爷在等的朋友。在下薛鹏飞。薛鹏飞。这个大 boss， 历史上杀人不眨眼的变态魔头。小姐应该是刚从广场上过来的吧？我……啊，薛处长，你真会开玩笑。他一直跟我在一起。最后问你们一次，你们大家真的不认识？不认识。那好吧，你们可以走了。
孙少爷，只怪他们运气太糟糕。如果是孙少爷你的朋友，薛某人一定会放过他们。可我真的不认识。那好吧，你们可以离开这里了。从悲愤中稍稍醒过神来，孙志阳开始了对我身份的确认。我谎称自己是从外地逃到这里的进步学生，最终他相信了我，说刚才在舞厅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。他把我送到学校，安排组织上的人接待我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渐渐融入了他的世界，并加入了地下组织。不过貌似我和他们还存在着不少代沟。组织上安排我和他假扮情侣，传递情报，这造成了两个结果：一是我和他越来越有默契，只是偶尔还差那么一点点；二是和这群热血青年朝夕相处，我不仅开始了解那个时代，而且已经彻底的离不开这个帅哥了。可是他脑子里只有忙不完的大事，完全没有我存在的空间。不过我绝不会主动缴械投降。那个六加一的手势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告诉你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不告诉你。你不告诉我，自己过来看了。哎，你别过来啊！你进来啊！我进来了。哦，里面有张小纸条，麻烦你帮我拿出来。哦哦。这是最新的任务，务必于明早之前拿到薛鹏飞卧室保险柜内的重要情报。薛鹏飞卧室，
你这是哪儿学的？蝶衣啊？什么？什么蝶衣啊？蝶中蝶衣啊？没事，你 passport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告诉你。抓紧了。啊。此时此刻，一个貌似不合时宜的想法蹦了出来。要是能为他披上婚纱，那会是什么样的美妙滋味啊？有新的任务啊！根据昨天偷出的情报，五天之后，保密局要把一批政治犯从渣滓洞监狱转移出去。组织上决定，在囚车的必经之路，以我们举办婚礼为掩护，设伏劫下囚车。劫囚车？不要参加这次行动啊！为什么？一定要有个理由吗？不会有任何事情能让我放弃这次行动。可是，
我答应你，等到行动结束之后，我会带你来坐游轮，欣赏两江的夜景，好吗？我知道历史上这次行动没有成功，我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他。我重复一遍行动计划，我带领第一批同志在教堂附近以婚礼为掩护，地雷爆炸后与埋伏的同志们共同截下囚车。第二批同志前往钟楼方向集结，准备接应。记住，大钟一旦敲响，就意味着行动取消。在钟楼附近集结的同志们，立即就地解散。我果然为他披上了婚纱。要是这一切是真的，该有多……我是说，你的婚纱。我真不明白，像你这样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公子哥，怎么会干这种掉脑袋的事情？为了让更多人吃饱饭、穿暖衣，总是要有人牺牲的。如果不是我们，也会是别人。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，我梦见。啊，我第一次拿枪的时候，也跟你现在一样紧张，你放松一点就好了。不是的，今天的任务会失败，会死很多人。知道了，如果注定要死，我也宁愿就是今天。你一定答应我，今天过得开心一点，好吗？孙志阳先生，你愿意娶柳云霞小姐为妻吗？我愿意。柳云霞小姐，你愿意嫁给孙志阳先生吗？我愿意。新郎。云霞，你听我说，这次任务比以往的都要危险，要是一定有人死去，
我希望那个人是我，而你一定要活下来，你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，我就是知道我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不能跟你分开，只要你开门，你这个笨蛋蠢蛋，开门，让我出去，让我出去。
去肖中府，我来引开他们。千万小心。徐处长有请。孙少爷，你的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。这钟楼是用来干嘛的？你们知道吗？是用来祈福，不是用来通风报信的。慢着，孙少爷，我和你打个赌，你枪里没有子弹。你认为呢？Thank you.
其实我不是柳云霞。我叫苏林，来自你不了解的另一个时代。我们的目的地是架子洞监狱。这样，这是希望你照顾好自己的意思。干什么带我来这儿？别闹了，要调情也不是来这儿，多阴森呢。我不跟你闹，我马上让你走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答应什么？卧底的名单。什么意思啊？跟你一样，卧底的名单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程飞，你干什么？我再问你一次，卧底的名单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的上级安排你当卧底，现在他死了，这世上已经没有人知道你的共党身份。你一定认为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所以总趁我不备偷偷干着卧底的勾当。上次抓捕开始你想去通风报信，之后又想摔碎花盆提醒他们注意，其实你做得很好，只不过你的对手不是老虎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谁，而你还傻乎乎地保护着他们。我一次次放过孙志阳，就是要引出他的同伙一网打尽，只是最后一次侥幸让你得逞，让他们在我眼皮底下溜走。
名单给我吧，我可以替你求情。我知道你不想死，也没有人比你更爱美。邱总，时间差不多了。你知道我不会交任何东西给你的。我还记得我父亲说过，等打完仗，就会有好日子过了。我们都还等着呢。尚峰怕你感情用事，让我们来执行。是想帮你最后一次，给还是不给？其实我没有那么怕死。我自己走吧。到死都要美美的。现在，只要你替他签了保证书，公开与共党决裂，我立刻免他一死。要不然，
我不签，他会死。我签了，他会生不如死。云霞，快去！云霞，志阳，大，志阳，薛处长，欢迎欢迎，你来请吧。你只是过了一天的功夫，就说了那么多。来，别管他们，赶紧动筷子吧。薛处长大驾光临，令寒舍蓬荜生辉，不胜感激啊。手下这帮东西不懂事，竟然对孙少爷动起手来，给各位赔礼了。啊，不不。是犬子无知，触犯了法律。我没犯法。你闭嘴！现在的中国就需要我们的声音。国家不缺你一个孙志阳，可我和你母亲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我们不能没有你。是啊，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在一起，真的比什么都强。
薛冲，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，金额就劳烦您自己填吧。啊，薛某我也是用心良苦，之前想让少奶奶替少爷签保证书，现在看到孙老爷的面子上，薛某再让一步，保证书可以不签，孙少爷也不必公开与共党决裂。只要孙少爷交出共党名单，薛某就会安排二位成功越狱，我保证共党不会怀疑，我也会善待孙少爷的朋友们，不知孙少爷意下如何？我吃饱了，我们应该走了。他跟这件事没关系，他可以留下。看来孙少爷和孙少奶奶是舍不得在下，想跟着回去。志阳，出卖朋友和离开父母之间，他选择了后者。他说哪怕是一秒钟也不敢回头，因为一旦回头就再也没有勇气离开。这个时代不属于你，这不是个游戏，我会死在这儿，而你不能。要死一起死，要活一起活。告诉了他历史上的大屠杀事件，他说不管结果怎样，他和狱友们都会拼死一搏。在修建被雨水冲毁的围墙时，他们做了手脚，使围墙的坚固性大打折扣，而他们中的不少人并不知道最终的结果。这么说越狱失败了？不过有十几个人逃出去了，大屠杀就在今晚，时间不多了。重庆解放了吗？就在三天之后。我们只差了一点就能看到重庆的解放，对吗？
志扬说，当一件事情看似毫无希望，而你还去努力，就是坚持，还去相信，就叫做信仰。最后的时刻，一分一秒在逼近。我渐渐感到，一生之中，要是没有经历这样的生活，那也会是一种遗憾。历史的结局即将到来，我和他的结局又会怎样？哪怕再也回不去，我也不愿意生活在没有他的年代。
笑得这样灿烂，而这个手势的真正含义，他已经永远不可能明白了。